系也没关系啦，就算了。没有车损就算了，没有车损就算了。马自达业务吗？这台车真的很好开，目前最便宜的双门跑车，车轻速度又快。可是有个问题耶，敞篷，不是说噪音比较大吗？我之前很想买 M5，可是它噪音到底大不大？你会塞车就劝退我了 ，OTC set。笑死！感谢林一灯，谢林烟。会吗？它 M5有人说它那个噪音大，还好。它不止隔音大，还会迟到。迟到这我知道的。我原本之前也想买，因为我就买休旅车嘛。休旅车只要在市区开很痛苦，想说可以买一台 M5 高峰代步什么的。重煞好几次，想说先看情况再过弯的，结果还是遇到了。慢下，慢。抱歉，抱歉，应该不是故意要撞那个白色壁虎，我是已经刹车，但是来不及，为了躲那个黑色车子。出事，只要他们出事，我们应该真的有机会可以追上。
赛车里面一秒就是一个很大差距。追上了，我这个我玩过的比他们忙，他们刚应该是在互抢，刹车太慢了。啊，完了，才刚开啊，好不容易干，这个大石头，才刚高兴想说我要加速冲，里面先超了，我油门踩太爽，手太慢，好慢啊，对啊。在那个弯道我已经知道怎么快速超了，他有没有机会再从那个弯道后面进去？差一点点啊，不失误的话就没问题了。 A186 开86 Supra， 没事，我们油车 N X5 不用太早煞，我也觉得，我好像太早煞了，是不是还容易进弯，轴距短，应该再练慢一点进弯才对。是不是专心看聊天室？没有啦。飞轮海。好，我们换个赛道。